不用刷卡，不用刷码，只需伸出手掌就能刷开地铁闸机。这样刷掌乘车的新模式，如今在地铁大兴机场线草桥站实现了。在自助售票机上开通刷掌乘车，根据提示录入掌门后出现一个二维码，手机扫码按顺序开通刷掌支付即可。